标题：明星童年照杨幂，陈赫变化最小。佘诗曼可爱到认不出，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保存着自己的童年照吧，对于许多明星来说也不例外。身为公众人物，他们的童年照自然也是会在网络上被曝光，尤其是对于一些童星出道的明星来说，他们几乎是网友看着长大的，像是杨紫。但是也有一些明星小时候和长大后的形象判若两人。12月12日，陈赫晒出了自己童年骑自行车的照片，照片中的小陈赫和现在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不论是眼神还是笑起来的感觉，简直就是现在陈赫的缩小版。陈赫近年来作为喜剧演员不断带给网友欢乐，更是在综艺上充当了搞笑担当。也正是因为陈赫自带的幽默气质，以至于在陈赫晒出照片之后，网友看到陈赫的童年照也是忍不住大笑。杨紫想必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，因为家有儿女被广大80后和90后所熟知。在这部电视剧中，杨紫稚嫩的形象就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，黝黑的皮肤，直爽的性格。而现在的杨紫和小时候比起来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，最直观的感觉就是皮肤变得更加的白皙。和杨紫一样，杨幂也算是童星出道，幼年时期就参与了电视剧的拍摄，现在依旧能够找到杨幂稚嫩的剧照。幼年之气的杨幂和现在相对比，除了五官长得更加的精致以外，也没有太大的变化，整体的感觉让人一眼就能够认出是幼年时期的杨幂。娱乐圈明星童年照，除了像杨幂、陈赫这样变化最小以外，也有一些明星是变化巨大，像是佘诗曼。早前佘诗曼在社交媒体晒出了自己童年时期的照片，不过照片中的佘诗曼可爱到认不出，小脸圆嘟嘟。现在的佘诗曼瘦了许多，脸上也没有了婴儿肥。不过仔细看佘诗曼晒出的童年照，能够发现五官和现在还是一样的，尤其是嘴型是佘诗曼的独特标志。除了以上的这些明星外，不知道大家还看过哪些明星的童年照呢？作为公众人物，他们有丝毫的变化想必都逃不过网友的法眼。大家觉得娱乐圈中哪位明星的童年照和现在相比差距最大呢？免责声明，文中图片引用是网络，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